morning， 又是崭新的一天。今天是 Cody 回诊日记，事隔三个月，今天 Cody 要回去打针啦、啊。真的超久。原来我们今天是要打流感疫苗、欸、不是要打日本脑炎，搞错了。日本脑炎第二剂好像要两岁，还是更久以后。可你等一下打针哦。好。好哈、哦，你好棒哦，打针好不好？好。打两针好不好？打三针好不好？打四针好不好？好。打五针好不好？好。打六针好不好？打七针好不好？好。打八针好不好？什么都好，这不是重播。你每次来都要来一次吗？好哦，打针的时候不哭好不好？好哦，太好了。来，妈妈看一下，83.5公分。哇，抗议一下好不好？抗议。拜拜。玩具有没有？ One step at a time. Go. We all play our part. Hi. Go on now. 好，你看，先过要不要？ Be fine. 接下来吗？ Live your life. Dreaming. Dad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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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. Live it your life.要爸爸签，爸爸签，好，爸爸签。好，来请坐。哎，现在都知道会要跑跑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进不来。一下下啦，你知道你呀、啊？你还是妹妹。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看嘴巴，看你有没有长很多颗牙齿啊？啊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后面的下面的臼齿有点，拜拜啊，有点打针哦。我们谢谢，谢谢，打完了 ，Cody， 好棒啊，没事啊，对不对？谢谢，不客气。打完针啦，真可爱，每一次打针都好可爱哦、喔，而且都没有哭很久，就是打下去。他这次不算哭哎、欸嗯。我觉得主要他是恐惧，就是你要坐下来，他觉得你要对他做什么，但是打下去之后呢，就没事了，发现哎、欸，好像也还好。他这次没有哭哎、欸，蛮好。嗯，对。那我们刚才也有在看医生的过程中，也有问医生关于母奶营养的问题，因为其实很多人都会跟妈妈说，母奶六个月之后就没有营养啦，就不需要喝啦，就可以断掉啦，是蛮多人这样建议的。医生的说法是说，母奶不是没有营养了，而是说母奶六个月之后它营养会不够，所以这个时候开始宝宝会需要副食品的支援，因为要吃一些副食品才可以去补充更多的营养。母奶它会依照小朋友的年纪，它其实成分会再改变的。那也没有人说六个月就比较不营养，因为理论上他那个时候需要的营养，母奶不管怎么做的也是不够。单纯喝母奶的话，其实那个营养是不够的，所以你要从其他食物去摄取。刚才也有在问医生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说男宝宝跟女宝宝讲话发展问题，通常很多人都会说
男宝宝讲话发展会比较迟缓一点，但医生也是说这是看每个宝宝的状况，因为像现在 Cody 一岁五个月，他就是会说一些叠字，像他现在爸爸妈妈会说啊，然后拜拜抱抱，虽然有时候还分不太清楚，可是他的确是会说叠字，而且还是可以讲得很清楚，清楚在表达说他要去做什么事情。然后医生说，那这个程度其实就是够的，那慢慢要学会一些比较完整的一些句子的话，就是可能要等到两岁之后，所以他现在的发展都还在正常范围里面。科比，我们跟大家拜拜好不好？要回去找外公外婆。OK， 下次要不要再来打针？好，好，好，你说的哦，太好了。那下次打针就是一月的时候，所以大家可以再期待一下。OK， 好，那今天影片到这边，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哦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啦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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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